首先来跟大家介绍今天到现场参与这场盛会的贵宾，让我们用最热烈掌声来欢迎我们的台湾队的队长蔡英文总统。再来是我们荣耀花莲队的队长，也就是未来的县长Glass Yubaka。总部的主任委员卢国基，还有我们的地检总部财务长江淑君，地检总部的总干事陈景峰，民进党花莲县党部的主委连宪忠。林玉德，花莲议员庄之才，花莲县小英姐妹会的会长吴美珠，民主进步党新住民事务委员会的委员洪玉，在场还有很多很多来自我们十三乡镇市。每一位都是我们的贵宾，每一位都是我们最珍